卢纳尔多退役了，巴西足球8年没缓过来。齐达内退役了，法国足球12年没缓过来。巴乔退役了，意大利足球16年没缓过来。克鲁伊夫退役了，荷兰足球20年没缓过来。高球退役了，中国足球1000年都没缓过来。我们的事业会由我们的后代继承。